听听你的声音，说出你的想法。大家好，我是朱学恒。Hello， 我是大佩。欢迎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。介绍今天的来宾，第一位是常常接受朱大哥无理要求的大肚皮。大家好，我是大肚皮。那接下来是最美丽的营养师刘怡妮。大家好，我是刘怡妮。第三位是网络红人杰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杰哥。那最后一位是拥有非常高人气的麦基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麦基。麦基的新发型，头上好像顶了一坨什么东西，什么的，对，泰国当地人说是非常夯的发型，真的。我那时候他问我说要剪什么，我说我想要剪一个 Thailand style， 他就给我剪掉。那时候就天哪，太丑了吧！后来我就跟当地人说，我今天去剪了一个很坏的发型，他说 No， it's good。他说这个泰国是很流行的。但是你回到台湾之后，我也要说天哪，这太丑了吧？那可能庙会他都会出现啊，拿一个扇子，我感觉会有很多苍蝇在那边飞来飞去。那边还一尖尖的，很像一坨尾巴那个。哦，你如果抓开一点就不会了啦。好，那你抓开一点好了。今天我们第一部分要讨论的是啦，你知道爸爸妈妈经常有很多事情跟你讲说，哎呦，老子以前吃的盐比你吃过饭还多，这时候我们要注意肾脏病变的问题。然后还会跟你讲说，我以前当兵的时候，你徒手可以杀掉几百个共产党，这种事情相信各位在家里经常听到了，我也不知道到底是真的假的。所以我们来听听看街头评论员说说看，自己的父母会不会经常提当年勇呢？好像没有啊，没有，有，有啊，这个没有，有啊，就是当兵的时候真的很辛苦，就是每天都要就是爬山越岭啊，然后走很长的路什么的，就是说什么当兵的时候很辛苦啊，然后什么衣服都会有结晶之类，因为都一直流汗嘛，然后很热，然后衣服就是湿的又干干的又湿这样。他跟我说他当兵的时候管很严啊，讲错话然后就把你就是带去什么地方，然后就训你一顿这样子。他以前常常讲错话被抓去训，对吧？有可能。妈妈有没有长得很美啊？很多人觉得，说一下说一下。他就说他长得很像赵薇啊之类的，就年轻的时候。爸爸长得念的是什么？爸爸的好像没有，但是妈妈的有看过。那你觉得？我觉得是蛮像，蛮漂亮的啦。好像赵薇。是没有，但是就是觉得他有点夸大了，就是比较夸大一点。哦，这个有。有，那他从小到大都是校花，从国小到从国小到大学，到大学都是校花，都是校花。OK， 那你有看过他以前的照片吗？有，确实还蛮美的，有点像王祖贤。有点像王祖贤。嗯。那现在呢？现在。不要提了。有，他怎么跟你分享这个？他说他以前很漂亮，他说跟现在的明星比起来就差太多，明星不能跟他比，就没办法。你有没有跟他讲说你是假的？妈妈，她也蛮正的啊，哎，她年轻就生我，现在也很年轻。我妈是美魔女。妈妈是今年几岁啊？妈妈38吧，这是妈妈。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妈妈，对，骗人，真的我妈妈。我妈妈有啊，会妈妈也会这样讲。怎么跟你？她都用什么样方式跟你讲？就是用她的话跟你。她就说什么，你不要看我现在这样矮矮胖胖的，我年轻的时候也是有很多人追的。哦，对，她都会这样说。那有没有看过爸爸妈妈年轻时候的照片？有啊。那你觉得跟妈妈说的？有出，我觉得有出路，有出路。对，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很瘦，很漂亮。哦，他有说他年轻很瘦很漂亮。那你有看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？有。那符合吗？对，有符合。那他现在呢？现在不瘦也不漂亮。什么感觉？就是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看。现在比较好看，反正以前还觉得没有这么帅有的。就。我觉得爸爸现在比较帅，就有点像刘德华老的比较帅那种。那你有看过爸爸妈妈年轻的照片？有啊。那你看到之后觉得？觉得以前很瘦是真的，现在很胖是真的。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听过一些爸爸妈妈他们交往的时候的事情？他们有没有提到这些？有，在餐厅认识的。在餐厅认识？嗯。怎么样的？妈妈在餐厅打工，然后爸爸去喝酒还是干嘛的？他们在同一家公司上班啊。同一家公司上班。我妈常说，我爸当年跟他约会的时候，都站在那个西门町吃欧阿米刷。第一次跟他约会的时候，他就说他很就是
怎么会带他第一次约会就站着吃娃娃米刷？爸爸都会写情书给妈妈。哦，真的？嗯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跟你透露过什么？他觉得比较肉麻的内容呢？嗯，没有哎。那妈妈，那爸爸写这个情书，这个是持续写了多久？嗯，我这样写蛮多的啊。是哈。对对。妈妈有留下来吗？没有哎。没有。是妈妈把它烧掉了。没有。嗯，就是。叫我们去做一些事啊，家事之类的。出去玩的时候要早点回来。哦，对，从小长到大。对，现在也是。我妈说她以前很爱买衣服。哦。然后她就现在都会念我说，就是因为我也很爱买衣服，所以我妈都会说就是她的报应，因为对她之前买太多衣服。妈妈，我讲到有点无奈的感觉。对对对，这样。感觉要看我就看他当年了，就说什么他们年轻的时候都很节俭啊，然后我们现在就是都就是很对对，就类似那一类，就比较喜欢提说哦，以前他们以前都多节俭多努力工作，然后我们现在都过得很轻松很愉快，就这一类的啦。他说我们现在很幸福，那个不管是食衣住行或是一般生活或是上课的时候都很幸福，就是他们会常常念这件事。会啊会啊。那你会听到就是就默默的听，就是过去就好了。对，杰哥，这时候我就想请教了，请问令堂令尊是不是时常对您有一些家训跟教诲？没有哎，就只是我爸很少讲，但是我妈很爱讲，她年轻的时候很漂亮，然后对吗？真的很漂亮，然后就是很多人追。你妈年轻的时候也很爱。就是很爱什么露奶吗？没有，我妈平乳啦，我爬起来吧。我妈以前很瘦。那这胸部到底遗传谁？我不知道，你是你爸吗？因为我妈以前很瘦，我妈以前36、37公斤。这么瘦哇，天高不高？折吧，真的很瘦啊，很瘦，然后到不会有胸部，那就是假的啦。嗯、因为我妈年轻的时候跟我长得很像啊。真的很深，就是一个平乳型的杰哥。对，就是跟我走。那这样，所以令堂年轻时候应该很有才华喽。那才华是还好，可是就是我妈以前就是那种长发飘逸，然后走的是气质路线。哦。对，但是杰哥一直说，如果你胸部很小，你也走气质路线。那也不太可能，我要去想办法弄大一点。小奶有点可怜，然后这不是我的天哪！你爸都不会有什么意见，我一直想要问哦，就是你爸如果看到你脸出上，不是，就是或者是出新闻，经常看到你的新闻的话，哎，知道啊，他都不知道哦，不知道，因为爸妈没有在上网络的啊。新闻有时候被你们逼我，下次拿一个平板在他面前看。我不想让我爸妈知道我是这种人呐、啊。杰爸，你女儿在网络这个样子，那还有他家庭革命就是。对，不要这样子，我在我爸妈面前是个气质的乖小孩。大肚皮呢？你家人有、也爱煮吗？还是爸爸妈妈你们对你？我妈妈还蛮会煮饭的，就是像我从小就觉得妈妈煮的东西都还蛮好吃。那所以从小就有训练，妈妈会很骄傲自己。而且我们家以前是那个大家庭，所以是用那个大的那个灶。虽然我们家是地处台北市，可是我记得我小时候，我要印象就是还是在烧那个柴火，然后用那个大灶煮那个菜，所以觉得还蛮好吃。然后我们是大家庭，所以就是煮差不多20几个人的饭菜。20几个人哦，然后我都印象很深，就是。我们家有，就是我、就是我婶婶跟我妈妈他们，他每个人就是用轮流，像值日生这样。然后他们是一个人就负责一个礼拜，就对。然后就是下一个礼拜又换下一个，下礼拜就换下一个。哎、等等，这个时候我一定要问，就是你的家人会不会说出去吃饭的时候觉得说，哎、这个东西我也可以做啊，大家干嘛要花钱吃？这倒还好，不过像我爸他就是还蛮挑的，就是我们如果去大家约聚餐，不管吃什么，我爸就会。很不屑说，那就拍架的，就未来就讲这，是一种孤独的美食家的感觉，类似吧。就是我爸是属于比较难，他个性比较难搞定的。那问一下以理，所以以理家人会有。以前他们的工作会拿出来再讲说啊，我以前怎么样怎么样。其实哈，我们家很有趣，我们家感情很好。而且我先补充一下，我妈很正，年轻的时候，她自己说她自己长得像小强那种型的。真假的？她说她那时候就是很多人追她，要不是我爸开车，要不然她应该不会就是开车追她，是不是？对，她就这样讲哎，我吓到。她说以前就是以前有一句名言，宁可坐在 Benz 上放空，也不可以坐在 Toyota 上。什么什么东西、啊？流泪，流泪。跟我爸以前是开Toyota，但是就是那时候他说追他的都是那种就是骑摩托车，不然骑脚踏车。但是他就是去学骑脚踏车，还要追妹，到底是怎么样？对，以前吗？没有，以前那个年代脚踏车很威啊。
真的很灰吗？对啊，对啊，以前有脚踏车。是什么石器时代？爸爸是韦氏牌的那一种、啊，对对对对，对啊，或是摩托车那一种。然后我爸是唯一开车还载他的。后来他就想说，哦，之前那一天刚好下大雨，他说哇，刚好他就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坐那台汽车好了。好像那后面就，哎呀，有些事情我们不方便讲太深呐、啊。坐车有它的好处的，躲雨尤其是嗯。后面以你的出身，难怪坐还很幸运，还很幸运，还很幸运。所以那个时候那。令堂有跟你讲说，所以以后要追你一定要开车吗？是没有啦，因为他觉得说，因为他觉得真爱，他说后来是真的有找到真爱。我想说真爱是在车子里，怎么在车上找到，是不是？在掉在这个座位底下，我刚刚找到就是真爱。但等等，所以你有真正的看过妈妈以前的年轻时候的照片？有哎、欸，其实我爸真的还蛮那个，他还把那个他们以前订婚的照片放在他的皮夹里面。哇，对，然后对，然后每次我妈说她很漂亮很漂亮的时候，我爸就会拿出来说，你看。真的很漂亮，对，所以是真的很漂亮，不是说到时候说避免断绝母女关系，说哎呀还好。其实我妈现在是剩下背影杀手了，背杀也挺严重的。现在当妈妈能背杀很厉害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妈不知道是怎么搞，还是我学营养，她现在很瘦哦，就是她160，在162公分，她大概只有50公斤而已。现在还52公斤啊？50、51。哇，比麦基还要瘦啊！她年纪是有。麦基没反应过来，麦基刚刚在睡觉，我想丢个东西给他，还没反应过来。年纪有一点大，但是他因为我们在南部，他骑摩托车，然后我跟我妹骑在后面，我觉得哦，他是个正妹，就是他的那个腰啊都这样出来，然后戴一个安全帽，就骑到前面就是一个。就是一个妈妈嘛，对对对，不要吓我哈。对，那麦基怎么样？家有没有什么家训，或你爸最爱跟你套光？我妈妈最爱跟我讲的家训就是跟我说，吃亏就是占便宜。那我就得跟他讲说，吃亏就是吃亏，哪来的便宜？那你今天话费不要拿了啊！对啊，我就说哪来的便宜？我跟你说，吃亏就是吃亏，为什么会拿來的便宜？对啊，为什么？每次讲，我妈妈就跟我吵架，她就说我这样做很不会成功啊。她说吃一点亏都没有办法，然后就是什么，就她我妈妈很爱讲的，就说吃亏就是占便宜。那没有你后来人生至今都没有办法证明这件事情是对是错，我没有特别去至今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今天可以打电话回家跟你妈讲说，妈。今天我们要拿通告费，是不是占便宜啊？你妈搞不好就说啊，我跟你讲就乖。没有，有时候我钱很少的话，我妈妈就会讲说没关系，那个就是当初去做善事什么。我妈妈不管什么都以一种就是正面，是实际的师姐。那执行制作马上今天通告费扣到1块钱。没有，那是我妈妈，我没有办法这样子啊。哦，好吧，那是我妈妈说，我都会。那希望以后不要让妈妈再觉得说我盯你这么久，怎么老是。一点都不放。对，那希望麦基大家全家人幸福，我们可以替他做个小小祝福啦。那不管怎么样，我们先看下一段，我们到底要讨论什么事情吧。麦基疯狂式收藏明星周边小物，杰哥心加加。你超恶心的啦！我之前他竟然很热爱这里擦汗，然后就看不清楚。然后烧到自己的口袋里面，可是这是杯水，我会拿来喝，而且我没有全部喝完，我会慢慢的，比如说一个礼拜大了就喝一口。水分都好。对啊，我们小时候也有这种像。